哥，我一想起白天的事情，就特别兴奋，到现在还兴奋。这我相信，而且我还相信你今晚都不会合眼。可是你开枪的时机和动作，更像是一个受训的人员。跟谁学的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听得很清楚。跟谁学的？哎呦。 什么受训人员？我在日本上学的时候，学过空手道和剑道，反应就是快嘛。你在日本上学的时候还学过剑道？对啊。